组织上计划派人渗透到一个贩卖高纯度海洛因的贩毒集团，你将以一个毒贩的身份活着，服从组织安排。跟我做生意，敢不敢让我回去试试？我的金跟货在哪儿？你要的全在我这里。咱们聊聊。就算心疼噩梦也不用怕，只要记住自己是谁。